主料，荸荠肉500克，辅料油、盐、酱油、糖、香叶、花椒。准备时间2小时以上，制作时间30分钟到1小时。荸荠肉切片，把肉拍松，碗里打2个鸡蛋，并加入生粉，搅拌均匀，肉放鸡蛋液里沾一下，把挂上鸡蛋液的荸荠肉放油锅里炸，炸成型了放盆子里，锅里放水、酱油、糖、香叶、八角煮，放荸荠肉，盖盖子烧15分钟，收汁了撒上葱花就可以出锅了。烹饪技巧，荸荠肉要切扣点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，别忘了按赞哦。